吧。白雪，即阵仔一直有你听着爹地甲妈咪伫冤家。你一定感觉真惊吓，爹地也总讲哦，你是爹地甲妈咪爱情结晶。那是爱情的结晶，也是阮两个人共同期待的天使宝宝。真可惜啊，妈咪不是真心爱弟弟的。啊，不过你免烦恼，你嘛免惊，就算讲只有弟弟一个人，弟弟也是同款，非常。期待你来做弟弟的囡仔，弟弟一定会保护你，连同妈咪一份的爱相陪，相陪爱。所以啊，你还是要乖乖来做我们两个人的天使宝宝。OK？若是会用的，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你的妈妈，可以让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也弥补我自小到大的遗憾。但是你来的时机真的不对，所以我就只好对不起你了。宝宝，是的啦，妈妈的人生真的没退路了。你若要安尼折磨你家己啦，你唔该继续怨恨我，恨我恨到要死才对。是安怎你拢无顾家己安全，来叫我这个欺骗你、欺人你，甚至把你的心伤到脆骨骨的人，根本外久我就永远离开你、离开老家。你安尼做根本就无意义啊！你若要照顾。拄则是伫创啥？敢是伫照顾我？哪有可能？但过即卖连钱拢无法度按耐我对你的野心，也是讲你较骨气的啦。即卖就甲我杀咧门窗卡，我较省事的啊。安怎？要拍我？哪里较大力的？拜托你，对车啊，车，车，去拍。伊是安怎不肯放手？你讲唔知是啥物原因是无？伊是真心爱你，要不过我无爱你啊！你要我讲几遍？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。你唔是讲甲我做嘅生活真痛苦？
就亲像我伫个地下内面同款。记得安尼，想做对我这么温柔，敢讲这才是你对我的真正心。哪里你真心对我讲遐无情的话，又阁算啥？我真正想无，我完全看无你伫想啥。只是讲今天婚纱，真正是我梦想当中迄款。罗琳，你若有介意吼，你会使试穿一下无要紧啊。啊，我吼，我即马先来给你泡茶，啊，我先来接过来。啊，谢谢。真正真水。真的真歹势，因为子涵的关系，受你委屈，放弃穿婚纱办婚礼的愿望。我给你保证，不过两年，子涵较白头一了，我一定办一个更加请人的婚礼给你。无要紧啊，为着这种只是形成尔，上紧重要是你的心。只要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其他的拢无重要。啊，不过我水某的，若穿这束婚纱，都参像 Angel 下凡同款，清秀脱俗。以后一定有机会咱穿到。原来穿婚纱就是这种感觉。只要你愿意继续跟我虚情假意，陪在我身躯边，就算我买一百领婚纱给你，我目头拢袂干。只是你的心无在我这，你根本拢演，拢难是跟我嫁落去。我这么欢喜是要创啊？嘛不是同款哥哥一个人，我爱的人嘛不可能爱我。敢讲，即束婚纱是家风安排，伊知我的梦想，所以超过伊安排，让我穿新娘衫。你安尼是何必苦啦？你跟我讲，我敢要阁有机会甲你留掉的？迄石头骨一倒去，那你就表示干爹对我甲小玉的威胁正式结束啊！嘛是我必须爱离开家风。离开罗家所有的人，等于过我家己人生的时阵啊！家风，希望到时阵你会当坚强，莫甲过去同款对人生失去希望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总有一天你会放袂记我对你造成的伤害，甚至袂记我这个人。安尼，你唔只会当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安怎？你表情看起来，敢若淡薄伤心呢？什么伤心啦？我刚刚做爱困呢，我想讲哦，你安尼拖拖刷刷，
到时要拖到几点才要出门啊？等陈中心的代志解决了，我要甲阮爸请一个长假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去外国待一段时间？离开这纷纷扰扰，咱会当重新开始。甚至等你家囡仔生下来了，咱才做伙转来买。我真是想无呢，全世界查某是拢死了了心，你是安怎这么坚持要把我绑在你的身躯边？安尼敢真正有够浪漫？还是讲，你嫌家己的日子过得太过爽快，就一定爱跟我互相折磨、互相伤害，你才会感觉较刺激、较欢喜。你就当作我伫抱我未来啊！就算讲你即摆对我已经无意爱啊，啊，不过时间一久长了，伊总算会我感动着的。到时阵无得卡。我嘛会得到你一点点啊，对我真正的感情。我希望你考虑看卖，唔免遐尼着急回答。